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金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大家可以看看我现在在哪里。对，今天我们在宇治散步哈。从我家坐电车到这里差不多40多分钟的时间，车票差不多花了44块钱人民币。宇治呢，想必大家都听过呀，它非常的有名。特别是宇治茶，宇治呢位于京都府啊，它有人口18万人，京都府最大的城市当然是京都，然后排在第二的就是宇治。宇治市里面呢有两个世界文化遗产，一个是平等院，我们今天会去，还有一个是上神社，跟源氏物语有着很重要的关系的。我们今天也会去，这是一家宇治茶的一个商店啊，所以说我们今天差不多宇治散步有3期到4期的左右，然后还会带大家去周边的住宅区转一转，所以说这算是一个预告吧。宇治这个城市是挨着滋贺县的大津市，还有京都市的。这是一条通往平等院的一条古街道，有一些商店，还有很多住宅区。我们今天还是想到什么就聊到什么吧。宇治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城市啊，这是一个书店，像这种扭蛋机啊，在日本确实多。我只玩过一次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喜欢的。感觉宇治的楼好像有一些高的哈，你看对面那个公寓挺高的，京都市内应该是没有这么高的楼。这里有一个网红店，喝抹茶的。我疫情之前跟韩国朋友来这里喝过，然后我发现店主好像是中国人，所以说挺厉害的，中国人在日本。开宇治抹茶店，而且成为了网红店。这海外的华人真的是非常的聪明，在各个行业都有优秀的华人。我相信看我视频的有在海外国家的，也会有共同的想法。另外呢，这期视频也是手机苹果12拍的，也没有放滤镜，原汁原味的。大家以后没必要因这滤镜这个问题去纠结啊。宇治抹茶，大家可以看到到处都是宇治抹茶。这是一个小药局。大家可能会问啊。临近车站这么近，为什么街上人很少？因为今天是工作日，年轻人都在上班。日本那种特别闲的人很少啊。我们就这么散步。会走到平等院，京都银行。所以说，平等院呢可能会分为两期，今天第一期，然后还有第二期。第二期里面看到了北海道来的高中休学团，非常多的 JK，非常多的日本男生哈。抹茶的面包店。
圣诞节的小雪人。日本的商场啊，还有家庭，一般刚进12月份，就会把圣诞树啊、圣诞装饰都给装扮起来了。我相信大家看我视频的，已经看到我家庭的圣诞树了，还有一些圣诞装置哈。这是一个小超市。你像日本的餐厅啊，就是没有那些特别大的招牌，一般在那种大马路的两侧，比较郊区的一些餐厅，像拉面店呀什么的，可能他们的招牌会很大。一般在市里面的餐厅没有特别大的招牌，都比较低调的。很多有名的米其林餐厅呀，他们可能连牌子都没有，只有一个那个门帘，上面写着几个字。可能不知道的人都不知道这是餐厅，有很多，在日本有很多这种餐厅。越低调越厉害，像日本的一般快餐店，像拉面店呀，还有牛肉饭呐，还有什么的，在那种郊区的大马路上的，或者就是主干道上的，他们的牌子很大，一般高大上的牌子都比较小。这也是卖茶叶的。我之前去过宇治的和树町，是一个茶园哈，茶田，跟朋友一起去的，也是很有名的一个旅游景点。其实你想喝宇治抹茶呀，没必要特意的来宇治，京都啊，日本的各个地方都有很多，特别是京都啊，距离宇治这么近。像京都的市内市中心有非常多的宇治抹茶的店，日本的老爷爷老奶奶都会推着这种小车，可以坐着，也有轮子可以帮助你行走。说实话，日本的商业街，它的商业氛围表面来看并不是很浓，因为很多看我视频的朋友知道，有很多商业街呀，他们不允许喧哗，不允许宣传，不允许播广告等等啊，所以说大家就感觉比较安静。快到平等院了，都是艺伎的小玩偶嘛。平等院的话，可能要下一期了，因为我们聊到今天呢，已经聊了10分钟了，周边都看了一看，转了一转。在等红绿灯啊！平等院，世界遗产。
这条街道旁边有很多吃饭的地方，我中午就是在这里吃的，吃了一份宇治的那种荞麦面，抹茶荞麦面。因为现在还属于上午嘛，所以说人很少，下午的话人就会多一些。两边都是抹茶，跟抹茶有关的产品。这也是茶。宇治这个地方也挺美的，也很安静。日本的除了东京啊、大阪这种大城市之外，都挺安静的。即使东京、大阪这种大城市市中心之外，也是非常安静的。大家都看在扭蛋机呀、啊。鬼灭之刃的扭蛋机。抹茶饺子，大家看到了，这都是茶叶呀。看好哪个就拿好之后进里面去付款就行。之前给大家说过啊。像日本市中心呐，还有很多其他周边的商店呐，他们都很多把商品都摆在外面，客人看好了自己拿，然后去里面付钱。这是周边的住宅区。我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里吧。然后下一期我们就是世界文化遗产平等院的散步了。我今天中午就在这吃的饭，然后希望大家喜欢关注我的频道，也希望大家点赞，点赞对我很重要。然后我们下次再见。